书是他爸爸书读比较好，书读太多还是我书读太多？为什么要举这样？叔伯，可是对。他这个神秘水准，你说他的正手还更烂呢。这个球我觉得那个缺点很大，在前面都看不出来。他说一句话，就一样质量，你不能弄没有质量的球。所以我就跟陈太乙说，你快切出去是 OK 的，就没有了。就是弄两个都弄没有质量的去给他快出，不行了。让你有质量就会够长。那太长的话就很好。遇到你们两个不会发短的，我也不讲。是啊，也不会发短。多短？比200公分短一点。对啊，就是这个。一样一样，你说的。好球！幸好有一个那个在拉文君。哎，没有了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正手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过来啊。又来了，都是马戏团。我忘了跟你讲说不要发这个。没关系啊，我以为你会再发，所以我就没有讲。王太威，王太威，这个是昆虫杯冠军的选手。看球哦，叫叫。奶油苍蝇杯。行业电视。那今天反手都发不了，对啊，那今天都发不出来。哇！没关系，发到没有球发。看起来被拖，几乎都没有，炮大炮都没办法。哎，这看起来你刚刚不是说？就是那里乱切，他们崩溃了。快下下，快下。哇，这个有水准。